仔细想过，应该把你放在心中那个地方。你送来招呼我的想象，在应该把你好好放在一个地方收藏时候，你却把我淡忘。而我在记忆里面苦苦搜寻一点一滴感情希望，你能够回心转意，你告诉我人一生一世就这一辈子，而你不愿意为我放弃。我觉得我应该换种方式与你相遇，哪怕是今生不能在一起，我愿意等到来世与你相偎相依，你会对我投入新的感情。我会默默地祈祷苍天造物对你用心，不要让你变了样子。不管在遥远乡村喧闹都市，我一眼就能够发现你。种方式与你相遇，哪怕是今生不能在一起，我愿意等到来世与你相偎相依，你会对我投入新的感情。我会默默地祈祷苍天造物对你用心，不要让你变了样子。不管在遥远乡村喧闹都市，我一眼就能够发现你。任我是三千年的成长，任时间中流浪，就算我是喀什噶尔的胡杨，我也会仔仔细细找寻你几个世纪，在生命轮回中找。是。